中央宣布调降防疫警戒，适度开放着宗教活动。信徒就趁着罗岗镇加买里玉泉堂九位公圣诞千秋日的活动，搭起十一个布袋戏棚啊，做戏作秀，场面是真热闹。嘉兴的十一个布袋戏棚伫咧空地一礼拜开，真壮观，搁吸引人的注意。现在老爷公馆布袋戏半身腐朽，强烛神温。玉港玉泉堂高位成功，百姓恭迎精灵社。伫咧经过地方信众替庙宇征收了后的第三年圆满年，众信众是趁着高位公圣诞千秋的日子来兴元社神。这个社神的方式，就是请布袋戏台来搬戏，予高位公看。高位公，我爱圣诞千秋吼，啊，在迄落今年吼，就特别用较用较闹热，就是讲吼，因为咱。过去，咱就是讲，搁征收过，吼、哦，咱今今仔即个，咱我做里长了，开始来，咱来去征收一间就是讲了吼，啊，今年算第三年，第三年，这三年当中吼，啊嘛，足侪跩信徒去感应着，所以今年来社戏的做一届有十一遍，吼、哦，十一遍来做一届来社戏，吼、哦、啊，来恭祝咱就是讲吼，圣诞千秋，啊，咱来报道，吼、啊，啊，加一个。在坡道吼，啊，就我来在新厝吼，大家足热情的吼，啊，大家拢相信，啊来，甲各位讲祝寿啊！你作为黄玉斌，一定啊，离咱里丢啊，咱从这九位公啊，我孙女过来这边啊，来到店来展铺啊，希望大家六天平安无事。看到以前妈妈出饭，和这挂休困真久的剧团，会当重新出门演出。现场布袋戏红啊，是人家真精彩，加买里丢。有考性格也好有大众，只会把防疫做好，再等赶紧回归正常生活。罗中华新闻林桂英，罗港采访报道。